北美电视西雅图地方新闻，最快正确的华人新闻。您现在所收看的北美电视西雅图地方新闻。日本大地震、海啸、核辐射发生之后，损失惨重，死亡和失踪多达20,000多人，经济损失达数千亿美金，灾区呈现一片十分惨重的景象。为了帮助日本灾区的重建，西雅图